《星河》杂志主编范晓霞，是我母亲。小莲，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。有件事恐怕要麻烦你救个急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没有为什么事情开口求过我呢？说吧。有个叫谢毅的演员。 我记得他就是谢氏集团谢总的女儿吧？能帮我跟谢总打个招呼吗？今天化妆这件事，他能高抬贵手，后面我会亲自登门给他一个交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是我的助理，有问题。 我来负责。蒋博，谢小姐的妆你都没沾手，这事你就不要来插一脚了。第一，江小媛是我的助理。第二，她的合约都是和我签的，作为她的雇佣人，为她承担责任，合情合理。问你谁呀？你承担什么责任？我形象损毁了，你赔得起吗？ 谢小姐，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。蒋博，你别说话。对今天造成的负面影响，我感到很抱歉。作为补偿，我可以给你一次红毯、杂志封面、商业代言、新戏角色，什么都可以。口气真不小，不是。 以上承诺，说到做到。我可没听说过范总有儿子，你说是就是。啊，小博，怎么了？妈，谢小姐正在追究我鉴定晚上的事故责任，说我赔不起她的形象损失，但我觉得不全是我的事情。他们现在和我在一起呢，妈。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解决？行，你把他带过来。好。